坛天后李玟近期是爆出跟富商老公婚变，对方被传出啊多次来出轨，就连多年来照顾的两个养女都力挺爸爸，让李玟是气到搬离爱巢来分居。而昨天晚间，她在 IG 的现实动态上发文，照片上可以看到李玟是躺在病床上，左脚绑上绷带。她更写下害怕手术结束之后没有办法再跳舞，让其实不少的一些歌迷哦都非常的担心，因为她最近身体是出了状况，再加上疑似婚变，很多的歌迷都很不舍，希望女神能早日康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